178公分，身材高挑，曲线玲珑有致。她吴家娟，小名多多，2018年当选亚洲小姐，本身是听障模特儿。你有没有偶像？就是我的弟弟。为什么？是不是因为你跟他长得差不多高？因为我是都想看弟弟，都想看他的弹琴，我都想喜欢他。内心的崇拜加上自己的努力，如愿踏入模特儿界。而从小到大的梦，竟然在大爱电视台节目《圆梦新舞台》惊喜实现。Hello， 亲爱的多多，你好，我是志玲姐姐。我有听说你的故事哦，你的坚持还有努力让我非常的感动。一直保持正向的你就是最棒的。志玲姐姐亲身录制鼓励影片，长度将近1分钟，让多多惊喜不已。录影结束后，立刻脸书发文表达激动情绪。而节目录制当天，正巧是林志玲结婚的大日子，她也不忘送上祝福。两人之间惺惺相惜，带给节目满满感动。多多，加油！台新闻综合报道。